男士。讲笑话呀。其实首先呢，非常感谢我的好朋友、好姐妹，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冒着大雨来参加我们这个聚会，其实真的没有其他的意思，是想说，能够在一起相聚是缘分啊。就是说，如果今天如果不周到的地方，还请大家多多的包涵。那呢，如果大家喜欢呢，以后我们可能会有更多这样子的活动，希望大家可以，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好朋友可以来参加，因为我们就是志同道合，大家都爱漂亮。然后呢，喜欢拍美照，喜欢美食，喜欢美景，喜欢帅哥。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今天玩得开心。还有要非常感谢我们的乔治大哥，就是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非常感谢。还有我们的理事长林玉奶奶，对，还有我们的百忙露露，什么我在百忙？还有我们的帅哥，还有党中，今天大家的情人，大众情人呐、还有我们的阿雄来压轴的，然后就是在，还有那个是台中赶过来的好姐妹婉容，过来一下嘛。志奇呢？四奇郎嘞，差两晚跑出去了，去拍照去。我真的要非常非常感谢我的好姐妹，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地方的，然后同年同月差四天，然后今天特意从台中赶过来的。对，有你在的地方就有我哈。哎呀，太好了。他是在卖那个汽车的，所以如果有需要买汽车的话，就是可以去台中。我们下次去台中的话，你一定要参加哈。好，有我在的地方就有你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后面那个小心后面啊。还有那个我那文学学院的同学，还有那个，还有那个好姐妹，也是跟那个一起婉容姐一起过来的，还有这边非常非常多的好姐妹，谢谢大家。卖什么汽车？特别感谢我们的摄影师，今天真的辛苦你们了，因为下雨没有很方便哈。如果说以后的话呢，真的会有更多这样子的场合，谢谢大家。卖什么汽车没讲？卖什么汽车？卖带哪家汽车？卖什么汽车？我们是自己开车行的啊，所以呢，大家买车通通找我，打到骨折啊。打到骨折？什么车都卖啊？什么车都有。骨折就对了。等一下，没有骨折吗？骨头就是骨折，骨折。没有，我要声明一下，他买车呢，如果只要是我们自己姐妹的话，他可以算很便宜啊。但是他有一个前提，就是要陪他睡一个晚上。哎呀，我愿意。没有那么简单。这个大冠军，举手举手。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大叔的。乔治大哥，你是怎么没有没好去换车呀？他们说换车可以睡一晚上，他们有点怕，等下被打死。首先被我们打死。睡一晚上没有那么简单，还要满意为止。你们可以让他包围，要包他满意为止。越漂亮是越没有快乐，没事，没满意为止好。还有那边在吃美食的那个美女，我也注意到你的，还有张玲。美丽的张玲，谢谢你加入我们美丽的团队，以后多多参加哈。我觉得看的都是美女，我不知道没办法一一感谢大家了，那就大家尽情的玩吧，谢谢。不周到的地方请多多包涵。哇，太棒了。